喜欢热情，也不要力大的朋友们，我开始要撒了哦。好，来各位，来不要错过了，我等一下除了小包，小包送完之后，我待会要送大包的肉皮，有没有喜欢吃力大的？全部都送给大家，所以欢迎大家先移动你的脚步来到力大。那今天来到力大呢，好礼多重送，什么送呢？待会只要你有拿到我的券，我们待会有有奖问答的券哦，因为呢，我会帮你把我们力大的肉品先做保鲜的动作，等一下一大包一大包送。如果你在这里没拿到，我们在家乐福也可以买得到力大的肉皮。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对不对？先不要离开，在这一场，我会让你们所有朋友们人人都有奖，每一个人都有哦，每一个人，好不好？来，待会是要把肉一份一份送给大家，好吗？来问一下后面的朋友们，新来的朋友，请问这品牌叫做？力大，力大，力大，来来来，力大，我跟大家讲，我随机会挑哦。那如果是新朋友们，好，把机会来送给大家，谢谢我们的气炸人生，谢谢。来往前再进一点点，后面的朋友们，如果还没有来到力大食品的朋友，赶快先邀请你移动你的脚步来到力大食品。好，那待会呢，我们要把力大食品的所有的健康美味的相关的，我们包含神奇大人生的肉排啦、肉片啦，都要送给大家。美少女朋友，这个品牌叫做力大，你很优秀。哎，我跟你讲，我随机都会送哦，随机会送，好不好？好，来欢迎大家来到力大。大家有听过力大吗？有。相信大家，只要你走了一次家乐福，你都会看到力大。你可能会看到类似这样子贴体包装的，有没有看过这样子包装包材？对，就是力大食品，好不好？力大呢，基本上我们主要里面的有哪些肉品？冷冻的猪肉、冷藏的猪肉、冷冻调理的食品，通通都是我们主要分享。你们的要的肉，我们可以客制化的切割。好，所以当然来到这里问一下大家，我要开始进行有奖问答喽。请问我们力大食品除了我刚刚说的有冷冻的调理食品以外，冷冻的猪肉以外，还有冷什么的猪肉？哎，好像有人知道了，对不对？哎，可是我很纠结，选你没选他，对不起他，好不好？通通说，我们明年就看不到 Tina 在力大了，就这样。所以，那一二三，包含力大最热情那个人，我邀请他来回答。如果你不确定答案，我会告诉你答案，这样好不好？所以千万不要害羞，因为力大的肉品回去，今天在家里就可以吃美味的健康料理了哈。好，准备喽，一二三，待会要记得喊的是力大，好不好？后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没关系，来喊力大就对了，这样 OK 吗？ OK， 好，看到你点头我就送，哎，我随机送哦，好，随机互动。后面朋友其实我都看得到你们了，所以你不要离我太远，也可以往前再近一点，尤其在远方的朋友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来前面。我跟大家说了，来到力大这场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场了，所以每一个人通通都有礼物，等一下大家送给大家，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来准备了。请问刚刚分享了力大食品，有冷冻的调理食品、冷冻的猪肉，还有冷什么的猪肉，来准备了。一二三，喊力大！一二三，力大！力大！力大！对，来先生，请告诉我有冷什么猪肉？冷藏。冷藏的猪肉，给个掌声鼓励一下，等下去领取，直接送给你，谢谢你们。后面的来两位很漂亮的俊美女先生，来先来送，哎，看不到我，就是在这边，请问你来到品牌叫做力大，力大，力大的对，好，谢谢，就送，哎，我跟你讲，走过去我一样要送哦，我不是只有前面的朋友会送，这样理解我意思吗？我希望大家今天来到力大，经过都至少经印象中有力大的品牌，好。刚说了，你们都知道力大，对不对？那我跟大家讲，你们在家乐福都可以买到力大的肉品。来看看这些力大的肉品有哪一些呢？包含你所知道的肉条啦、绞肉啦。那你会发现，进家乐福的这些肉，请问一下，是我随便去卖就可以的吗？不行，不行哦，我全部都有经过欧盟的规范，直接的有规范，然后才会进去。而且我们的猪肉一定要用在地的。在地的猪肉，还有我们不打生长激素，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猪肉都可以溯源。什么叫溯源？追溯来源。对，因为追溯来源就是你可以知道，对你的猪，你吃的这一只猪什么时候杀的，这只猪是谁养的，只要你扫上面的 QR code 就可以了，就可以知道了。而且你会发现我的包装有没有发现特别不一样？有，真空。
哎，这感觉是什么？这真空吗？又不太像，这个叫做贴体包装。为什么我们不要真空，要用贴体包装？贴体包装的好处是可以让你们的肉跟我们包装食材当中比较紧密，它就像贴着你皮肤去做一个包装的动作，所以可以比较保鲜。再来，它解冻之后不是会有血水吗？比较不会流出来，不会流出血水，也比较不会有滋生细菌这件事情。还有再来，看起来很漂亮，美观一样。以外呢，最重要是我的食物帮你放来，这个放冷冻库里面可以多放好几盒，可以多放好几盒嘛，对不对？还有塑料、塑胶制品，塑料减少使用，可以更爱地球。好，我要问一下，请问一下，我们说了力大食品，我们的猪肉进了家乐福，我们的这个优质猪肉的包装特别不一样，有很多的优点，告诉其中一个就好了，这样可以吗？好，一二三，包含力大啊，时间就交给你们了哈，准备喽，一数到三喊什么？力大。很简单，好，不知道就很力大就可以了。来，准备了，一、二、四。哇，好大声哦！妈妈，请告诉我，力大的贴体包装有什么好处？讲一个就好。比较紧密，比较贴合，对不对？可以比较保鲜。好，妈妈讲什么都送，好不好？哎，你妈妈，你这酒啊，起来哈，借我一下。你看妈妈那么认真的问卷写那个整个有没有写在上面，超认真，对不对？好，来再来，你们待会直接去领取就好了哈。来再来，我跟你们说一下，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刚刚说了，在近几年除了猪肉我们有贴体包装以外，有没有听过气炸锅的料理？有。有气炸锅料理，气炸锅有什么好处？我们现在力大还有另外一个关系企业叫做气炸人生，刚刚这个很可爱的气炸人生，对，气炸人生。来，我们气炸人生所推出的这些所有，包含像是这个我们非常有名的我们的猪里鸡肉，直接都帮你裹粉了，帮你调好了，只要你把气炸锅的温度跟时间设定好，这个放进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气炸人生的所有这些我们的食材，我们的那个食材，请告诉我，你回去还要裹粉吗？要。你还要腌料吗？要。你直接调温度跟时间，你就可以直接吃了，好不好？所以其实因为气炸过的料理是越来越多人使用，方便，不用倒掉这些油，而且吃的比较健康，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气炸人生，大家可以去逛逛，我们有很多的品项。而今天气炸人生还有好礼送给大家，我先送第一好礼了，你们待会只要有带手机吗？有。Facebook 帮我搜寻气炸人生，帮我按赞，然后你拍照说你在力大，我就送你立体式的韩式口罩，先送两个，全基本一定人都有，一定会送。再来就是，如果你今天上我们气炸人生去购物，不限金额消费，我跟你们说，我直接送超好，送一罐我们的玫瑰盐，这个玫瑰盐都不便宜哦，因为你知道玫瑰盐通常你吃肉品加一点点吃原味就很鲜甜了，对不对？直接送哦，直接送，买1000块还免运。好，我现在问一下大家，刚刚我们说气炸人生的肉排也好，对不对？请问气炸人生的所有相关的这个食材，我们当然说进气炸锅也可以进烤箱，那你回去还要裹粉调料吗？要。对喽，一二三哦，告诉我要还是不用？好，这么简单，阿力仔宝。啊，只要喊气那个力大就好了，准备喽，一、二、三，力大，爸爸，爸爸，等等等，爸爸来，很大声，请问一下，力大的我们的气炸人生，你回去还要调粉吗？不用。还要做腌肉吗？不用，直接炸就好了，好不好？这边还没有送，等一下再送哦。爸爸你好辛苦，我先送一下，就这样，很简单，我随机送的哈。来，再来，我跟大家讲一下，除了这以外，请问一下，你们都有买猪肉的经验对不对？你们以前都知道肉有分北迪亚、阿斗、黑猪、白猪，哪个好吃？黑猪。为什么黑猪比较好吃？养的比较久。因为你有刚好前面有来对不对？养的比较久，黑猪的油脂比较丰富。吃起来觉得比较滑顺，对不对？所以一样的黑猪，一样的猪肉，如果今天黑猪要养到这么大，可能它养的时间就要比白猪多1.5到2个月哦。可是黑猪就好吃嘛，对不对？力大也有黑猪哦，力大我们有跟我们在地的小农合作，所以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一个在家乐福的贴体包装的上面有写一个叫做"平"。普黑猪来在地
地小农的平埔黑猪，我们有两家的在地小农，一个叫平埔黑猪，一个叫做农场晃晃。这个时候我先问大家，你们现在吃的欧迪亚玛，你确定一定是台湾的原生种黑猪的举手？一定是，就是一定没套鬼，这个猪肉一定没套鬼的哦，不肯定对不对？有疑惑对不对？你确定你吃的猪肉100%一定是原猪吗？因为上面都有标示了。哦，上面有标示，但有一定会没话说。可是我跟你们说，因为有的人不确定，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家平埔黑猪，这个饲养者的饲主很厉害，他把这个黑猪的 DNA 拿去排序，拿去寻找，他找到台湾最原种的原生种的黑猪，就是要给你最好吃啦哈。所以他在黑猪这一块是很下功夫的。但除了这以外，我问一下大家，你们买猪肉是要拿来吃？那请问猪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很棒，所以猪吃得好，我们就吃得好。吃得好。另外一家叫做农场晃晃，它的猪肉饲料用的特别不一样，它是让猪吃不饱和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的亚麻籽。哎，有听过亚麻籽吗？有。哎，这个吃的都比我们好，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只要吃它，我没等于吃那么好的东西了。OK， 所以其实他们对于黑猪来说都非常下功夫。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所采取的都是人道式的饲养哦，人道式的饲养，不是为了我要赶快把猪拿一养一养拿去杀掉我就乱养，他们都采取是人道式的饲养。所以我要问问题喽，请问丽娜配合在地小农，不管是我们平埔黑猪，不管是我们的那个农场晃晃这两家，请问他们的饲养方式是什么？丽娜。等一下哈，所以新朋友如果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哈，来新加入的好朋友们，现在问哦，后面的戴眼镜的妈妈嘛，你刚刚拿到礼物，来前面拿，我随机送，我看真的大家都好有爱哦，好不好？我随机送哦，随机送，好不好？来，所以待会主持人说一二三，你要喊的是，你们有点默契，因为有的朋友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因为我礼物快送完了，所以待会一二三，你要喊的是，力大的主持人是，我今天就叫力大了，这样可以了哈。所以不管我为什么一二三喊力大，最大声的，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会把礼物送给你，辛苦你们了，来，赶快要来了。请问一下，这两家在地的小农，养黑猪的小农，他们的饲养方式是什么？准备了，一、二、三。你好，微博虾啦，来告诉我。人到了，还有机会，你不要紧张。好，来准备了。再来问一下大家，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你不知道，我会告诉你门口在那里，因为这个问题就代表很简单。好不好？你要是不知道，赶快门口在那里，出口哦，可以出门的这样子，好不好？来问一下大家，所以，我先讲一下，补充一下哈，你们如果去买的气大人生的肉，也是地大的猪肉哦，好不好？来问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我们去我们的家乐福要买猪肉，请问你要买哪一家？来，等一下，说错的讲别家的，门口在那边，不是开玩笑的，准备了哈，好。准备了，一、二、三。好了，好朋友告诉我，力大就是力大，还有机会。来，好辛苦，辛苦你们了。我当然还有礼物啊，很多送给大家。等一下，等一下，我刚刚说了，只要你今天来到力大，人人都有奖。第一个好礼就是手机帮我拿起来，搜寻气大人生，帮我按赞，然后帮我拍照发布在你个人页面，我都会送我们立体式的我们的口罩，好不好？因为我们希望你们的健康是更重要。第二个，如果你有上网来到我们气大人生消费，不限金额消费，我会送我们的玫瑰盐，还有我们满千可以免运。再来，我这一场要送好吃的美味料理，人人都有，通通都有哦。吃不一样。刚刚有没有吃到我们的猪嫩煎肉？有。没有吃到，太可惜了。好吃吗？这一场我们吃一点不一样的，好不好？来，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名厨大餐。来，谢谢你。我跟你们说，你们刚刚待会拿到的是这一张很可爱的立体的口罩，送给你们。这一场我们要吃的是，天哪，政府猪排来了，想吃吗？太好了，来各位，邀请每位的朋友们移动你的脚步来到这边，赶快去排队，希望大家人人都可以拿到我们的政府猪排，邀请各位持续移动你的脚步来到力大哦。那大家注意安全，不要跑不要跳，刚刚有拿到我们 Q&A 的有奖问卷单子，可以询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兑换我们今天的好礼送给大家。